如此说来，他已然是知晓了我们的计划。朕的目的，只是希望舅舅退出朝堂。如今，他已决定告老还乡。三哥，我们已经不战而胜了。三哥那5000旌旗，臣这就让他们回宋州去。 微臣先恭喜陛下。父皇英明神武，尚且依仗了舅舅一世。可是朕如今，却逼得他告老还乡。陛下不必多虑，这双鞋子再好，也不可能适合所有的人。正所谓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相信陛下做的没有错。 陛下是觉得心里亏欠长孙大人了？朕对不起舅父，更对不起你。朕答应过你，要早日立你为后。可如今又突然之间横生变故，舅父递上辞呈，那些门阀官员们。 一定会把他的隐退跟你联系起来，加以揣测，势必全力阻挠。如今只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局面，便是李绩。可是他依然闭门不出，每日埋首于驻军营地，整顿军务。臣妾对李绩大将军不是很熟知。 可是印象之中，行伍之人素来勇猛，爱憎分明。这李绩大将军又是军中第一人，他何以总是只身中立，态度暧昧呢？李绩向来如此。便是当年选我们兵变之时，他也依然遵守两不相帮的原则。两不相帮。 吴王要谋反，他不仅要手握重兵，而且他还需要名正言顺，得到皇室血脉的支持。吴昭仪啊，你不妨细心想一想，皇室当中除了陛下，还有哪位王爷和公主与他感情笃深，私下有来往？ 陛下，先帝继承当日是何人负责感业寺的安全？便是三哥。陛下，长孙大人可能没有看错，吴王殿下或许真的有谋逆之心。这高阳公主，可能就是他在长安城里面的内应，或许继承之日便是谋逆之事。媚娘。 这些话可不能乱说，你可有确凿证据？推测，一切都是媚娘的推测，请允许媚娘一一为陛下解释。但是此刻最重要的是要马上召回长孙太尉，共商大计。三哥，长孙无忌突然辞官，可是平白生出了几番变数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他在演戏，那可怎么办？ 你放心，这5000禁旗，我已经让他们潜伏在附近的山谷里。等到父皇忌日那天，我会让他们保护感业寺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这长孙大人突然辞官。
看来他是没资格参加父皇的祭典了。三哥，你打算放过他吗？此人留在世上，后患无穷。他如果是一日不出，我难行。如果他在日后继续架空智奴的皇权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一定就是一呼百应。所以我想好了，在父皇祭辰那天，我单独派出一支队伍来，一定要取他的性命。陛下，舅父，老臣拜见陛下，请陛下恕臣欺瞒之罪。舅父，起来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老臣一直以为吴王有不臣之心，可苦于没有证据，老臣焦急万分，所以出此下策，提出辞呈，抱病在家。唯有这样，吴王那假意保护陛下的五千精骑才会离开长安，还请陛下恕老臣欺瞒之罪。可是陛下，老臣探知他们只带了两日的粮草便匆匆离开，可一路之上的补给要在四日粮草之外呀。陛下，老臣敢断言，吴王那五千精骑从来没有打算真正离开过长安。陛下，这一次你该信老臣的了。朕依然不愿意相信，可是那并未离开长安的五千精骑让朕不得不信。这一招将计就计，引蛇出洞，实为上策。长孙大人如此隐忍负重，媚娘实在是佩服。武昭仪，感业寺正殿易守难攻，以百余人护卫，便足足可以支撑一个时辰。这段时间便足够把叛军的五千精骑拿下。眼下我们可以倚仗的只有程之杰那六千禁军了。陛下，长孙大人，也许我有一个办法。房大人，要我说，你知道你为何一直讨不到高阳殿下的欢心吗？你方法就错了吗？啊，高阳公主那是个多高傲的女子，你这份爱太卑微了。我为何要听你在此胡言乱语？为了救她的性命，为了你们两个能够长相厮守。李大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房大人，你是真不知道高阳殿下在秘密谋划什么事情吗？这可是连累你房家上下诛九族的罪过。是武媚娘派你来的。她能否保证不伤高阳性命？我该怎么做？陛下，陛下，要不明天再议吧。没事。有劳舅父。来人，扶陛下回寝殿休息。是。老臣先行告退。长孙大人，媚娘一直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为何这李继大将军
一直不能为陛下所用呢？我与李继大将军是多年的故交，他的性子我最了解。他不是心存忤逆，只是性格执拗，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，谁也劝不动他。这个天下如有能让他服软的人，除了先帝，恐怕就是他结发多年的妻子了。毕竟我跟李继大将军是多年的故交，很多事我做不得。我只能去李继的营帐，设法说服他。老臣告退。大人，媚娘明白了，多谢大人指点。公主，武媚娘已经认定是武王利用你谋反，还想拉拢我为其所用。我就说嘛，只要你每日装作一副借酒消愁的窝囊模样，就能轻易骗得九哥和媚娘的信任。眼下他们的计划是什么？九哥还会去感业寺吗？李治似是有意将计就计，要将忤逆者一网打尽，所以他会亲赴感业寺。大将军李继倒是态度含糊，他们也不敢轻信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程之杰那六千禁军上。李义府要我再派出骑兵之时，远离寺外的腾龙谷。腾龙谷？嗯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会将主力藏于谷内。无论你有何办法，即刻派人将三哥囚禁起来，不惜一切代价，都要将三哥那五千精骑夺过来。我这便前去。启禀陛下，这感业寺暂无异动。陛下，这腾龙谷并未有那些。够了，自此刻起不用再报。是。陛下，为什么让他们退下了？朕此刻不想再听什么探子回报，只想端详端详你。等今日事毕，陛下回来之后，有的是时间好好端详媚娘。恐怕多年以后，陛下看着媚娘，也会看得厌倦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等朕回来了，有的是时间。来，陛下，一定要亲赴感业寺吗？我还是心存一丝侥幸，三哥并无不臣之心，如此，若我不去，不免伤了他的心。可如果他真的要犯，而我不出现，就会引起他的警觉。更何况，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应对之策吗？媚娘，我有一种预感，这是我的结束。就像玄武门是父皇的结束一样，躲是躲不掉的。陛下，时辰到了。
边姬，边姬，我真是等得太久了。从媚娘回宫，借着媚娘扳倒了王皇后，以及今日我利用三哥谋反，凡是长孙无忌看中的、在意的，我都要一一夺走。为了给你报仇，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这些年，我苦心孤诣，步步为营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夺得皇位。我可以捧着长孙无忌的头颅来祭你。边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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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了吗？你不要生我的气。我知道你一定是难过，你爱的高阳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边姬，我也怕，如有一日我到了黄泉，你发现我走向你的这条路白骨累累，你就再也不愿见我，也不会等着我了。我要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边姬，娘娘，您说此事的成败关键在于房爷爱，此人靠得住吗？以6000禁军对抗5000精骑，我们的把握性实在是太小了。这一战最大的关键是要看是否能让敌人分兵，这样才能使程将军的禁军得到压倒性的优势。面对李义府时，房爷爱答应得太痛快了，这是高阳抛出来的一个陷阱，我顺势而为加以利用。现在腾龙谷里面没有程将军的主力，只有一小撮负责诱敌的散骑。此乃感业寺禁地，你们是何人？大胆！奉旨。时辰已到，即刻把感业寺给围起来。时辰，每人赏黄金20两。是是。
微臣参见娘娘。怎么样，东西拿到了吗？幸不容命。太好了，有了此物，我这心里总算是踏实了。伴君，伴君来袭！不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保护陛下！对对对！武昭仪，你这是？李大人，本宫今日前来，绝非是有求于你。这块玉佩，将军可仔细辨认一下，到底是为何物？大胆！莫姑，万万不可！你闭嘴！武媚娘，你告诉我，我夫人现在何处？大人请安心，夫人现在正在贵府，毫发无伤。当真？当真。现在贵府的56口正与宫中的禁卫军在一起。你夫人方才告诉我，说这块玉佩乃是和大人成亲时大人所赠定情之物，这数十载了，夫人从未离过身。除了这块玉佩，夫人还有一句话托本宫带给大人。说。重阳将至，待曹州离湖的茱萸开遍山野之时，夫人便会和大人一起回乡探望母亲。大人，高阳的叛军已经出兵围攻感业寺了，程知节已经陷入了苦战，此时此刻只有大人才能够救陛下。我不会像长孙大人一样那么有耐心一直说服于你，我也绝不会求你。今日来此，本宫就是要命你即刻派兵救驾。大人若是还有迟疑，不但你最后做出正确决定，你府上的56口包括夫人在内，就算作是此战的陪葬吧。想消除自己的罪孽，我
方一爱的口供里说了，你是受他的胁迫，与谋逆无关。可是高阳子人罪不可恕，还请九哥责罚。你是朕的妹妹，朕又怎么会责罚你呢？放心吧，朕会赦你无罪，不会让你牵扯其中。可是妹妹，房一爱犯的是死罪，万万不可赦，你明白吗？高阳明白。其实九哥能容他活到今天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吴王谋逆之案牵连甚多，须得彻查清楚，尽诛余党，所以才留着他的性命。如今此案已结，朕已准了三日之后将其斩首示众。退下吧。高阳，叩谢九哥大恩。高阳，从小到大都说你最聪明伶俐，可是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九哥盼望你日后能好自为之。就算你真的有些谋逆，朕也会原谅你。毕竟当年朕那么多兄弟姐妹，现在只有你一个了。方大人，可有话留给家人？高阳呢？什么房？高阳在哪？高阳在哪？高阳，行行。高阳，你这么匆匆忙忙的，是想要去哪儿啊？你手里抱着的可是卞姬的骨灰，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已经一年了，陛下最终还是赦免了你。杨长史死了，吴王死了，房一爱、薛万彻、柴令武他们都死了。不要以为你将这一切嫁祸给吴王，最终就能逃过死劫，你才是真正的主谋。你知不知道，最后因为你的野心，因为你的奸险狡诈，而害死了多少相信你的人，他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想跟他在一起。
逃。卞姬，你是说你将来想和卞姬合葬？你到这儿来，九哥知道吗？哼，陛下不需要知道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是瞒着九哥的。可是你要清楚，九哥只有我这么一个妹妹了。我若是死了，他就再也没有兄弟姐妹了。他不会由着你害我的。可是我也不会由着杀害安定的凶手，就此逍遥法外。安定。我是真心喜欢他，他死了，他死了我也痛苦。可是安定若是不死的话，我怎么借用你和皇后的斗争去挑拨九哥和长孙无忌的关系？敏娘，我也是迫不得已的。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为了对付长孙无忌。媚娘，你不要忘了，卞姬的惨死，九哥迟迟不能握拳，不都是因为长孙无忌吗？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不是吗？我没有忘，我还记得当年长孙无忌因为女主武士的预言把我赶出宫去，是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时时照顾，尽心待我。我入到感业寺之后，是你屡屡来寺中看我，告诉我陛下的艰难处境，让我心生了诸多的不忍与牵挂。再回到皇宫之后，也是你助我步步为营，让我提防萧淑妃和王皇后的案件。高阳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是真的把你当作亲妹妹看待。媚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了呀，媚娘。我日后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尽心待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媚娘，原谅我。我怎么原谅你？毕竟毕竟原谅你把我玩弄于股掌而不自知，原谅你杀了我两个孩子，原谅你让我日日承受锥心之痛，生不如死。我一会儿就回来带你走。媚娘，媚娘，媚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这半生自认为跟两个女人最为要好，一个是徐慧，一个就是你。我视你们为知己，如姐妹，可是到头来你们却统统背叛了我。什么虚伪的姐妹情谊，最终都抵不过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痴念妄想。媚娘，你这辈子等过人吗？就是那种你一见到就知道是他的人？没有。你撒谎，你等过父皇，而如今是九哥在等你。可是我这辈子呢，我只等过卞姬一个人，可他又怎么样？他被我的父皇杀死了。
恨长孙无忌，可是我心里最恨的是凤凰，我要毁了他最爱的一切。他以为他自己贵为九五之尊，就能随意夺走别人的爱情。如果权力可以为所欲为，有一日我也要自己做皇帝。你三哥九哥，你们都只不过是我的垫脚石，是我脚下的一座桥而已。你疯了！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皇帝是女人，这世上的道理有千百种，没有哪一条规定了女人不可以做皇帝。媚娘，我和卞姬，你和父皇，我们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不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掌握命运吗？若我有权力在手，卞姬怎么会死啊？权力？你以为有了权力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高阳，在通往权力的这条路上，你会失去的更多。那又怎么样？那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。来呀，你们不是要杀了我吗？杀了我吧！我如你所愿。你会和方一爱葬在一起，而卞姬的骨灰会归还给会昌寺，位列于佛堂之中。高阳，你那么想和卞姬在一起，可是到最后你都没有机会。你有生有世终将和他分离。不，武媚娘，我杀了你！我知道是你，让我见不到先帝最后一面。动手！